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부른다.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. 往下点摄像头，呀，这发生了什么？这是谁交闪了？啊，ADC 把双招交了，我难得面，自己打吧。 三个兵补的，舒服。我升了，你升了吗？ 这不给我害了吗？可是不容易啊，这么难杀吗？啊！天！ 怎么难杀成这样啊？有点上当了的感觉呀！先来个皮孩，给我整成二杠一了，你这。没事，我会轱辘。 确实感觉是没有必要，有点稍微有点小亏。哎！ 这小兵怎么打着打着回来了呢？还行吧，可以接受啊。
这玩意儿的确是不是那么很好杀。哎呀，我没了。这蓝枪来的咋这么快呢？我先来个布甲鞋吧，这把。他刚给我发信号，蓝枪就跑过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你下我上来，我二速还。你拿了吧。那瞎子刚才没眼儿吗？提亚马特拉，不太好整啊，这提亚马特拉。这剑姬的英雄好像 bug 挺多呀。哎我操，可是很是痛啊。我想好想补我的爆折。卡特会不会来了呀？哎，再补最后一波，我们回家啊！算了，我凭什么回家呢？你俩牛就越塔杀我，我无所谓，我在这一待，你们俩狠就越塔把我杀了，对不对？啊！怎么办啊？没蓝。左一，这左一的救赎给的，我操了，太猛了，这致命救赎。嗯，这推不过去啊。回家啦！哎呦！还好我够肉啊！
刚这二速还没白出，真的。等个余震啊，这人还挺猥琐，打个王八这么猥琐。拜拜。早点踢呀，兄弟，我先溜一手。对，你把他杀了，好，我们不亏，你快跑。咚咚咚咚定，剑姬跑了，跑了，赶紧去下路收兵啊！拔个头没戏了，那不一定啊，谁知道有没有戏呢，真是的。哎，俺们家这下路为啥塔被推了呀，塔没的好快啊，下路4层塔皮没吃掉，这王八补刀是真厉呀。真地雷，你咋这么装呢，我就没明白了，你说你有什么好装的呢，我头不硬啊，给我踹他。好勾，还帮我做一段位移，给我打死了。王八这把真的就没有人能打得动他们家的，那卢仙打我真不掉血，唯独就现在这推线却有点费劲，我整个日炎。
紧过来。拜拜。小心点啊。哎，这蓝枪怎么回事？嗯，哇，好帅啊。虽然这感觉没啥用啊，这他必死的人，但是蛤子想自己单秀那也行吧。我以为他们家优势挺大的呢，这也不行。快点往前冲啊！我们必须得赶在小兵到之前，我们先到，这样才可以拦截兵线，才能推线快。王八不挨打，拿不掉，拿不掉小兵，没有办法收兵。这边拿卡特对线，其实挺自信的，发现没有？挂机了，吃点饭，下一把。我来了！啊，事实证明，王八开 W 打塔是可以加高伤害的。下一把了。